好的，首先进入到我们第一个选拔环节。我们今天是这样一个机制，第一个环节呢有两个题型，我们请泽林为我们介绍一下。第一个题型呢叫做音乐接歌，我们现场呢会播放一首歌曲，当音乐停止之后呢举手进行抢答，一个人把歌词给接上要唱两句，另一位把歌名说出来，成功的话呢就可以选择除了自己以外的任意一组来惩罚，一个是指压板，另外一个是电击的这个惩罚。各位做好准备，手手牵起来。下面送分题啊，送分题，朋友们送分题，送分题，早点抢。请听下一题。我这个我知道歌名，这送也没送啊，这印象完全不会。有有有，这送歌的吗？你会吗？叫什么名？逆战。什么？逆战。逆战啊。来，请抢答，请抢答啊！来来来，逆战，来弟弟。我快要发现，全都是我们倔强起点。回到正确，正确，漂亮！完了完了，来了，咱别受罚就行。兄弟。我没有害过你。三碗丁。来，大家做好准备，来。要问几号？一号，你回答对的，你给。准备了哪个？给我比一下。第一题是谁答对的了？怎么会穿了四个？第一题是第一队答对的啊，第一个啊，逐个报复，逐个报复，怎么会看那四个都有一种想按的冲动呢？